福禄寿训练学院海选招募反应热烈，电视城的人龙见不到尽头啊！经过749个日与夜的筛选，终于选出50强，踏上追梦的舞台。他们各有特色，真是令人又惊又喜，叹为观止。哇！他们真是不尴尬的，但我看到很尴尬，跳都得为止啦。福禄寿训练学院4月7日星期日晚上9点，新时代电视一台。